由黄立成投资和制作人 B2 合作的选秀节目《超强一期练习生》今天正式开录，已经选出18位美眉，将远赴韩国 FNC 经纪公司接受训练，更找来黄子佼和刘荣嘉一起搭档主持。不过佼哥却说，刘荣嘉让他非常紧张。活在这个舞台，就要努力发光。你的一分钟对观众来讲都是最深刻的回忆，所以千万不要放弃这个机会。那当然，更重要是很开心跟荣嘉合作啊。这个本来你是老板娘嘛，现在不是了。所以我才站在这里。现在到底什么关系？我觉得我很紧张，我对他要小心一点，因为很少有一个搭档让我这么紧张的。哇，你的背景太可怕了，真的。但我们两个太适合了，这个一期练习生，这个荣嘉看起来就像17岁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那我的身高也大概就是一七几上下。两位主持人的感情状况都备受外界瞩目。去年夺下金钟奖后，黄子佼和孟耿如的婚约到底何时要兑现？佼哥这样回答。看看最近的新闻，大家就知道婚姻是一件值得在三思的问题。我本人呢，也就是一直抱着这样子的谨慎的、紧张的态度在面对，所以这事儿还真不能太随便哈。但是持续的这个互相的扶持，我觉得这就很幸福。那也祝福同样7月20出生的荣嘉，赶快找到下一个 Jeff 啊。下一个，哎、欸，我觉得你跟我真的很有缘呢、欸。你看，你生日是我女朋友的生日，嗯，哦、你前男友 Jeff， 我爸爸叫 Jeff， 真的，所以这个名字我超熟，从小听到大的 Jeff Huang，my father， 好。